题目了。先跟你们讲，参加这个游戏唯一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当你学会教会今天我说台语之后，你可以有机会跟他握个手啊。后面还有更精彩更好玩的游戏要带大家继续玩。那我们来先来看看题目，我们首先先把我们的题目第一题我们先给所有的朋友先看啊。你们会讲台语吗？我觉得你们会没什么了不起，要听金钟国讲台语才好笑，搞不好接下来会出台语歌哦。好，那我来粉丝朋友们，你确定你会台语？真的会？你哪里人？台北。台北人会讲台语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你讲的标不标。那个大家要给那个评分哦，如果他讲得很标准，金钟国也说得很标准，他们两个才可以握手哦，很严格啊。台语小老师，因为你知道你今天在促进国际外交。好，来第一个。你好，我是金钟国。你好，我是金钟国。我不唱。你好，我是金钟国。你好，我是金钟国。他刚刚讲到国语，那个是国语啊。再一次。你好，我是金钟国。金钟国。你好，我是金钟国。有没有错？有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牌子送给他好了，做纪念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握个手，来，我们握个手，然后再台下。现在就是，那我想下一位应该是接吻了吧。你好，因为你知道第二个题目，既然他要对着一个男生说，你真漂亮。啊，这肯定要跟凯叔说的，够懂。我这句话要交给 Gary 才对。啊，对啊，那不要、啊、对男生讲，那好怪哦。这个也怪，怎么都是适合女生的？哇，这个更可怕，这太可怕。我说那个没有关系，那个不要他那一句的。哦，好，来。你就水耶，你就水耶。好，那我们一样送给你，然后跟他握个手，然后待会我们从那边下去。好，来握个手。啊，男生抱抱。你确定你会讲台语？我看你在冒汗，你水都流到地上了。好，来这个。好，没有冒汗，来握个手啊、哦！拥抱，哇！好，谢谢。这句话你赚到了，赚到了。这句话，你要先跟他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，要负责任的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也很嘴啊！我爱你，好，恭喜你们在一起了，在一起握手拥抱。谢谢。你会讲台语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哎，你，现在奖品还有送麦克风。好，接着这一题啊，这一句也是要负责任的，雷高娃做会不？来，雷高娃做会不？好，我们都够来，交棒给下一位。没搞错，活动尾声啦，谢谢。好，活动尾声要说的话。哦，好吧，你好，耶，你好，你好，再见 ，yes， 再见。那你先下台了，你先讲再见了，再见，好，哇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真的很希望中国。再见。
来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大家再见，再见。好，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活动了。啊，没有了。再见。啊，再见。来吧。再见。好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下一个游戏。我们都知道说，身为艺人，不仅是歌唱的好。